车抵达高中操场，急着要把女学生送医。还好当时消防队员正巧到学校参加儿子的校庆，见到女学生抽搐倒地，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救人。接力之后，她有跌倒，然后试着想站起来的时候，到一半的时候就整个躺下去不动，赶快冲过去。一开始是有呼吸，过了差不多两三分钟之后，那他才突然没有呼吸。那没有呼吸心跳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做 CPR 压胸，电击了两次。11月初高中校庆运动会，女学生参加大队接力，奋力往前冲，没想到却突然倒地抽搐，甚至失去呼吸心跳。还好在场的小队长处置得宜，与校护还有及时赶到的救护人员合力挽回女学生一命，让她在抵达医院前恢复呼吸心跳。她第一时间就跑过去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她，真的是救命的人。你是有一些状况吗？完全没有，她平常几乎也不生病，他身体健康非常好，运动会的时候忽然就是直接倒下去，然后心脏就是发现问题，11月28的时候才出院。感谢消防小队长的救命之恩，家属特地带着女学生到消防队表达谢意。小队长说，失去呼吸心跳的四分钟后，有可能不能回复，因此第一时间的 CPR 真的很重要。兄弟的1/3，大概6公分，快快压。120次。正值学校校庆举办时期，对于必须瞬间展现爆发力的运动，老师们可得特别留意学童的身体状况，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。TVBS 新闻李战胜高雄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